警官证呢，出示出来看。你家只有个警官证了哈，我看得起的哦。那些警官证呢？怎么样，警官证呢？我们做去装的。哎，我不管。警官证要的啊，你叫啥子？叫我姓李。李啥子？我没记得。李正哈。哎，你也叫什么名字？你没身份的哦，只有你个人有哦。搜查至少是两个人了哦。我听到哈，我要解释清楚。我是啊，你们是好意。好，把他找起来，叫什么名字？看见过。啥子鬼？看到吗？啥子？我看不清楚。长正国。啊，长正国哈。我要跟你说清楚，你们每一回来的九号是啷个位的发，你是看得起的。我们视频是发出来的，九号那个是没得说的，先撞他们，你们也参与了的。那个是你是你们参与没得？我都问你。你们九龙派去公安部去参与没得？我只是问你一句。搜查是受法律保护的。听到我说。搜查受法律保护，但是你们有法合法没得？你可以说，你说。我问你，我先问你。你说完。李爷，你们我们先说样样的说哈。你说完。你们九号的搜查合不合法了，陈学？你说完。你是我说，我都问你现在。你说。合不合法？不合。我那边说不符合啊，走起来没有出任何证件，带的车先对那里头走，那个是很清楚的，在那个警戒线里头走，知不知道？车先对那里头来做假证，晓不晓得？我们都有视频，你们跟车先勾组队，那个是很明确的，有事实有依据，你们那个是摆起的，我们都有视频的。说老实话，我们没有发出来，那个是很不容置疑。同时来的时候没有出示警官证儿，也没出示搜查证儿。同时走起来都破的我们门，那个你知不知道？我问你。你说完没？我现在是问你。你说完没得？你说完了，我再说。好，我再跟你说。啊。这是说完了，你就说。你说完了，请你说。现在我跟你再跟你说，你们的人员，你们九龙派公安分局打伤被个围观的人员，那个也是事实，摆起的。那是你们九号的所作所为，车先队员的以后旋来旋去地方，给你们那些警察，何况福林国宝搜查官你们咋子事？你们在那儿那个围那么多人，同时那几天你们把我们那个子围起不准送饭，还有你们去年子幺六年四月三次是你们公安分局来骚扰我们，你晓不晓得？黄亚文在你身上来把我们打烂了，你们解决没得？那一次搜查来把我们打烂了，你晓不晓得？连打两次你们的检查搜查打了你们，我们哪个会相信你？你又给我说哈儿呢？说完没得？是，我说完了。说完了啊？你说嘛。我们来搜查是受法律保护，如果你采用不适合的方式，那么我们是。强制措施，搜查是强制措施的，这是第一个事情。第二，你九号不在现场，麻烦你，你不太清楚。我有视频。九号工作的，这是第二，听到我说完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今天我来，同样是带强制措施的，你可以说，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是在人情之上，就包括你说。前段时间是我们来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来强夺是